今天犬舍来了一位小姐姐，来自提之前，她选好的狗狗一进犬舍，小姐姐就被小家伙们给吸引住了。这个眼睛挺大的，对，这个眼睛挺大的，而且花巧了。是，这个呢？这两只是灰色泰迪，一只垂耳的，一只菲尔的。家宠四五六就。对，这只已经下家北京了，这一只。嗯，呀，这只博美眼睛好大呀，这个。对，特别可爱，可活泼了，这一只。 嗯，你们家狗过来都好好呀，是，都是三个多月的，疫苗做好的。两出来玩，你看。是，可谓互动了。对，看到这只。对。这个是我之前订的那个吗？对，这是你订好的那一只，你看还凶了呢。对，哎呀，我拿着看一下它吧。啊，可以可以。咱们这个好可爱呀。是，你的这只长得就比较秀气一点。对，哎呀，像小娃娃一样。哎呀，看这只吧。是，这只比较乖。嗯，眼睛大大的。是。你看这只。 哦，好小看你啊！是，这一只月份大了哈，这只已经5个多月了。对，像个大白熊一样哈。它腿可短了，这一只。挺可爱的这只。哇塞，你们家狗狗都好多呀！是，一只比一只可爱。对，这个是黄色博美吗？对，是的。哇，这个也挺好看的。这个也挺好看的呀，你看这个毛。对，这个毛比较多。哎呀，在发呆呢。对，在那儿好乖啊。 是，性格比较好。我拿着看一下它吧。可以可以，对比一下是吧？对。好的。你们家狗狗都好可爱呀。对，是不是有点纠结啦？对呀，它好喜欢呀。对，这两只感觉不一样的哈，这个长得像个小熊一样，你选的这只就比较秀气一点，还吐舌呢。我感觉它更精致一点，它萌萌的感觉。是，不知道选哪一只啦，对吧？不知道。要不看看它的状态吧。行，看它的状态吧。行。谁撵你就带走一只啊？对。哎呀，你看这两小只。对呀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喜欢它的呀。对，它更撵你哈。 哎呀，真太乖了哈！哎呀，特喜欢你宝贝，你可像个娃娃了哈。对，你看这个乖宝宝一样。哎呀，真的太可爱了。太可爱了。是，我给你拿个笼子吧，美女。不用了，我带着包包来的。哎呀，好用心啊！能装进去吗？应该能吧。试试吧。我试一下。好的。哇！天哪，放在包包里像个假的一样。好了好了，走了哈，美女。拜拜。拜拜啦。